推也得愁。这是发生在郑州二十一路公交车上的一幕。当这名男子试图站起来时，却脸部向下直挺挺摔倒在车厢的地板上，满脸是血。他这是怎么了？让我们回到十五分钟前。从监控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从坐到椅子上开始，该男子一直在低头玩手机。就在他转身拍完窗外的风景准备站起来时，手机突然掉落，意外发生了。这男子一直昏迷不醒，公交车司机马上改变路线，快速开到最近的医院。他爬那儿，我心里特别紧张，恐怕在出点啥事儿。幸运的是，经过抢救，这名男子没有生命危险。但值得注意的是啊，导致这场意外的原因并不是低血糖和癫痫，而是玩手机。该男子长时间低头，颈椎压迫血管相当于。